大家好啊，여러분안녕하세요 ，Hello everyone， 我是光辉计划 Life 的温特斯格伦。各位，今天有想人家吗？那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今天我会详细的跟你各位介绍我自己，当然还有我的身体。Boy， 那首先呢，我的名字是温特斯格伦，英文是 Ventus Columba， 分别象征着风还有天鸽座。然后呢，我的身高是175公分，我是光辉计划里面最高的。对。不管是躺着还是站着都是最高的。我的生日呢是10月2号，年龄的话呢今年是20岁，但是我在水里面当了沉尸好几个月。这里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说，大家在 Minecraft 里面呢看到沉尸拿着三叉戟朝你们走过来的时候，请记得热情的跟有人打一声招呼，让我知道你有看到我，但是啊不准打死我，听到没？也别忘想从我手中抢走三叉戟。那掠夺三抢你的三叉戟， OK， 知道了。我是第一个拿三叉戟把学姐戳死，真的。可以抢夺你的衣服吗？抢得到的话那就给你抢了，真的。碎啦。再来呢是我喜欢的事情。你们可能会问，德文你喜欢什么？你喜欢听歌吗？我这时候会回你们说，我从来都不听音乐的，我认为那些都是靡靡之音。我最喜欢太虚快。你干嘛？哎呦。大奶泥皮87块，这是谁啊？我有给钱叫我大奶。大奶学姐万岁，谢谢大奶泥皮给的87发基金，谢谢你，谢谢大奶泥皮，大一奶泥皮，谢谢。 Yes. Later. 我叫你叫他美奶泥瓶学姐。 OK， 我很抱歉学姐，但是你根本就没有奶，我很抱歉学姐，你太平了你知道吗？泥皮才没有大奶，格伦都比泥皮大，没错，泥皮学姐算什么，下去啦。今天很呛是吧？我跟你们说啊，今天不是格伦的初配信吗？因为初配信真的很紧张，所以我点了一份大餐。那是什么呢？格伦因为懒得出门所以点外卖，是咖喱拌饭。你们可能觉得格伦要做梗，但是没有，格伦真的很喜欢吃咖喱饭。如果你没有我讲那个也没问题，我现在可以讲给你们。格伦今天点了外卖，点了咖喱拌饭。最后的最后，我要来履行我跟学姐的赌约了。希望大家听完给钱，动一下。2000 years later， 365秒，让你受不了，正在麦上顶你。等一下，我是没有开那个。哎呦，我有开。对不起，365秒，让你受不了。正在麦上顶你，继续我的小蛮腰，真的受不了，真的好想要摸着你的腰啊，绝对受不了，你的小蛮腰真的好苗条，下面的宝贝请你接接好，真的好想要围上小蛮腰，你的小蛮腰啊，真的好苗条。哎、欸，老兄，你不哭哦？这是我这辈子最迟的一天了，我要走了。好了，我不管了，我要走了，大家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